门风扇啊，点都卖不掉。呵呵你专门风扇的是招风扇。哦，真不是一个同意，你要点多少个人啊？先选到我们的，他问的好，因为我们那天呢，有的工作做的当到边境了哈，因为不行边境啊，好一些。我那时候讲的什么？什么无有歌啊，喜欢听听的，无有歌听哪里歌？哪个唱的歌？所以讲，拢在想那听听的代志。啊，当时讲的什么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目的就是要啊去掉发表上方面的差点吼。进入到迄个心性上咯吼，迄个是咱的本体本我吼，本我呐，本真我啦吼，到真我的迄个境界咯吼。啊，其实也无简单吼，咱一般人拢接受较济哦，啊，真惭愧。这个人吼，上面一般人嘛拢爱科普吼。我是迄个海景啊，上海迄个花旗湖，啊，为什么迄个看海那是足歹啊？花旗湖，啊，其实要大奖金就是爱去大那些需要，哦，需要筛选的，啊，你唔知真正能帮助这个社会吼，啊，我看哦，真唱歌，我迄个水准啊，还过继续发展，啊，你看海是常在讲嘛，咱。即个人工金安尼量嘛吼，又是惊咱如果咧讲着说基本地基啦吼，咱做参考吼。基本嘛是咧去掉贪嗔痴爱畜生这个吼。若讲诶偶像嘛，可能也连住畜生贪贪欲哦，比较关键的吼，贪嗔贪惰，但系贪住畜生吼。哦，贪嗔痴爱畜生问嘛吼，啊。啊，来迄个真相嘛，啊，较分辨的话，较有迄个这像这有迄对胎啊，吼，对胎心里才生出迄真相，哦，啊，人我的对立论吼，所以嘛，咱去掉这个对胎吼，啊，来这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哦，受者相嘛是用啊，哦，徛伫家己的立场的吼。啊，想要当回事嘛，为家己设想较济吼，爱为我做事，啊，所以爱去掉这个吼，这种的念头，那像我们为众生利益方面嘛吼，啊，有法度讲叫做，啊，要成就迄个良相嘛吼，成做众生的利益吼，哦，一成诸佛龙象，先做众生马鸟吼，一般人吼。啊，这古这位是讲做啥物强啊？强个济吼，无法度做大。哦，来是讲咧这古这位是吼，啊，人要亲自做咧，国家的迄个良相吼，哦，大人物大人才啊，那是做众生的哦，买古的哦，是讲爱为众生服务啦吼。当然，伟大服务嘛，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个吼，嘛是爱服务众生。要地义，咱去搞嘛，是讲咧做哦，无价的迄个，诶，服务者吼，来，啊，那基督教讲话讲，讲耶稣来了，世间是咧为，要服侍众生，毋是要众生服侍，哦，你嘛是拢啊，靠条迄五常面上，众生上，受者上哦，达到迄个心量上的平等啦吼。哦，这种境界啦，吼，啊，吼，啊，靠，用迄个言语来表达啦，吼，哦，啊，最主要就是讲着这平等心啦，吼，啊，那咱个心理学啊，个心理学家来讲，要有同理心，就，哦，徛伫对方个立场，吼，那个是，啊，如果是讲个树，哦，非自己的个树道，吼，啊，标树一管之隔，吼，啊，上句啊。所以你讲到吼，到迄个哦，我佛陀所要的境界嘛，可能不要讲的，哦，一个继承那个方法性，还是靠相当的一些。嗯，他说一个嘛，不是大方，基本上的公开，他是基本的啊，
都是是用钱不干。哦，干过，就过去了。所以来，大家记得，在里面在青年在记记先。哦，嗯，其智始于至善，积无。哦，这个记先，所以呢，一点还怎样？这个先，我想来讲。大朝廷发起起义，无懈相应。嗯，好、哦，这个先，这个先呢、啊，哈、哦，这个先，好几个提奥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对立嘛，对立嘛。嗯，在积无止于至善。这个至善是不是绝对嘛？哦，他一不是对的法，也不对的法，你给他做对法。嗯。这种难题的在里面，在前面在记，记无记先，这个记对，这个记该是那个啦。对是。当然不是啊。无相。譬如啊嘛，啊无相显现的里面话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是不是不叫绝对？所以这部《记与记先》这部话来讲的，这这些东西，哪边有跟来讲比较重要？嗯，而且呢，所以《金刚经》《金刚经》的第六章这部话来讲，是义义果，是义义果，我这个是义义果，逆境必修，依我说法，如法如教，发现定向。是意义个正义，哦，这个不是一般的道理，是个的第一义，第一义，欲明分别诸法相，阿来呢？做欲明诸分别诸法相，这是第一义，不懂，不，正义第一义，正义第一义，不懂，哦，欲明分别诸法相，这是第一义，不懂，这第一义不懂的是。这边几位先说修积德，修得几位好？都要讲，都要讲，不可思议的啊，可理的都要。伊是作为宇宙中的真理，宇宙中的定律，这边当然解读。哦，伊甲你讲，就因你不带，哦，做什么不带，不留不改。是为天下好，那么是公正的。所以今天以分上来讲的，哦，儒道是一点意思，一切三样呀，儒者先义，义先在公。但是咱讲，你是有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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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，不如不如说就是你说是个积极道理，嗯，低所见好，积极道理，哦，所以低所先好。地所先好，地所先好，你哪能了解先好？好，先是什么东西呢？先就是空，好的，这个地方，空有不绝道理。先空，好听嘛？又嘛？空先嘛？空嘛？所以先不在空，不会。地所先空，你会知影先后空又不离的道理。到时候，你先把它再讲，是因为你我是深究于去意，归去也一千五百年。好，对，啊。好好好，小叔讲的呀，谢谢。